你说那长脖子小脑的那玩意儿没法解释了。这时候有人又解释了，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人骗你们的。说30年代的时候啊，有个马戏团，马戏团的老板叫米尔斯，米尔斯一听说尼斯湖水怪，他又拿出不少照片来让大家看，你看我也拍出来，人家看是那么回事。怎么回事呢？这老板呢把大象搁水里头拍，那大象你琢磨琢磨，那后脊梁得多宽，象鼻子在水面上喷水什么，哎，就把这掰下来了。一看那象鼻子跟蛇颈龙的脑袋似的，后背那么跟蛇颈龙身子似的，把这给拍下来了。为啥呢？他对外宣称，谁要能给我抓一头活水怪，我给他30000英镑。大伙琢磨琢磨，30年代30000英镑那可不是小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是假，他借这事炒他马戏团，最后他马戏团越炒越热，赚了大钱了。这很多人说，这纯属那老板米尔斯啊做的抠，逗你们上当的。那么这是一种说法，还有一种说法真认可，说这是蛇颈龙的后代。蛇颈龙我们知道白垩纪灭绝了，侏罗纪是蛇颈龙最盛行的时候，蛇颈龙大身子细脖子小脑袋，咱们看侏罗纪公园里边不有那个蛇颈龙照片吗？很庞大，是食草类的恐龙。那么有人就提出来，这就是蛇颈龙后裔，而且还真找着证据了。在这个60-70年代的时候找着这证据，什么证据呢？有一个捡破烂老头，这个老头啊在湖边捡了一块化石，拿上来一看，蛇颈龙的脊椎化石，距今有1.5亿年了。专家来一看，确实假不了，是蛇颈龙化石，千真万确。说那这看来就说明啊，这个恐龙要灭绝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群蛇颈龙别的地方待不下去了，跑到这个尼斯湖这个世外桃源往里边一待，还真就繁衍了后代。有人说你胡说八道呢，蛇颈龙白垩纪就没了，尼斯湖城才1.2万年，12000年，两回事儿。但是这为什么有这个化石呢？有人说你看他这有这化石，说明蛇颈龙在这儿生活过，这就有力证据。结果科学家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给戳穿，说你这个造假，说化石是真的没错，可你看化石上面充满着被海洋生物腐蚀那些孔，说明这个化石啊在大海里那边待了好多年了，你从那儿捞上来，你把它放湖里头去了，这不糊弄人吗？而且那湖里头那么深，真有这化石也得在湖中心，怎么能在湖边呢？这东西就可疑啊。所以这是有人有意识的往这上弄，往这个蛇颈龙上靠。可确实这些年呢，把尼斯湖水怪解释成蛇颈龙的是最多的，因为确实你从外形拍那些照片看呢，它确实真像史前的蛇颈龙。可是问题就在呢，第一个，蛇颈龙它是冷血动物，恐龙嘛冷血动物，它受不了湖里这水温，给它提供不了水温，体温它上不来。另外一个呢，蛇颈龙得到水面呼吸，如果你真有这个的话，那就不是看着这么几次，它总得隔几分钟就得上水面一次了，那你说得被人类看着多少次呢？所以有人说这蛇颈龙在这里生存不具备那个环境，不可能有蛇颈龙。而且通过这个声呐仪来进行探测的话呢，如果说探测到它的话，它有回声，哎，一回声我们能知道，可探测这么长时间，水底下根本就拉大网似的，600多米的探测仪一个地儿扫过来，把整个湖面都涵盖住了，也没有发现有那么大个的生物反弹回来的信号。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呀没谱。后来到1994年传来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甚至把1934年威尔逊医生照片的事儿也给定性为惊天骗局。说怎么呢？有个老头搞摄影的，也会雕塑，叫斯伯林。94年的时候呢，已经90了。临死前呢，他忏悔啊，我罪过什么？跟牧师说了个事儿，说当年你们都知道尼斯湖水怪，那个威尔逊医生弄那张照片，那是假的，这事跟我有关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欺骗了全世界。谁不说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说这造假的不是我主动，是我继父。他继父呢是个什么人呢？猎人，专门呢猎杀一些大型生物。当时有尼斯湖水怪的时候，传言的时候呢，就把他找来了，说你呀，就在尼斯湖这盯着，你要能把这水怪给我逮着一个，我给你多少多少钱怎么着？他这继父在这儿就一等，等了大概几个月也没见着踪影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他，发现鼠怪脚印了，
他到湖边一看，哟，可不是嘛，这大脚印，这不得了，顺着脚印他就出去，大概跟踪了有一个星期，结果才知道别人恶作剧，有人呢就看他跟二傻子似的戏耍的，找了一些东西呢，做了那么个大脚印，然后跟盖章似的在泥地找到地上盖，结果他继父傻了吧唧就跟着，等于受骗了，把他继父给气的，说这人怎么这么无聊呢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你骗我我也骗你吧，他想个办法，你不骗我吗，我要骗你全世界人都得看我这个，他采用什么办法呢，把自个儿的养子，就我们说这斯伯灵找来了，你不是会搞雕塑吗，说白了组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，然后拍下来，拍完了他自个儿往出拿，人家不信他呀，他这个继父有一个好朋友，就这威尔逊名医，这个人医术很高，好，他有社会声望，是名人，咱借助他来一把吧，就这么着找到威尔逊，说你把这个帮我发表了，我就没文化，你看你给报社什么，威尔逊就信了，就给发了，一下子全世界全知道了，所以你看那这个斯伯灵老头临终之前忏悔，我估计信基督教的人临终忏悔他是说实话了，这要是实话，那就意味着从30年代开始，那尼斯湖怪那谜那就是纯属扯淡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那么有人说你老梁说这个这没有那没有，怎么这些年总有事呢，哎，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像水怪这个事儿，咱中国也不是没有，新疆喀纳斯湖说好几年有水怪呢，长白山天池说有3米多长怪兽呢，前一阵神农架说是野人又要组织科考，干嘛呢，根本不是科考，如果国家真拨这个钱，那就是上当受骗了，浪费纳税人钱了，为什么呢，当地通过这个造势，你说这有这个野人这有湖怪，好，很多的旅游的人就来了，旅游这买卖无本万利啊，你来了之后你就得吃就得喝就得住店就得消费啊，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啊搞经济已经啥招都没有了，领导也没那本事了，干旅游吧，一有点这个噱头马上这人就上来了，他有利益啊，旅游的利益啊，那么作为这格兰特山脉一带这个尼斯湖周边，就是因为有尼斯湖水怪这么个传说，每年大量旅游人络绎不绝，说白了当地老百姓吃这个呢。这些人来了，你不得吃不得喝不得住店呢，那当地人不就发财了吗，如果你说啊科技一旦到根本没那回事，不可能有，完了谁不来了，你当地挣什么钱发什么财，所以一些地方他有这种冲动，他一定要长时间以内保持这种自然未解之谜的热度，让更多的人，咱就不说了啊，反正我感觉跟二傻子似的忽悠悠就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，看看，增加这个地方的吸引力，所以我说尼斯湖水怪呢很可能是历史上一次偶然的，这个人看差了或者产生幻觉了，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，你知道不光中国人好传瞎话，英国人也会传瞎话，一传传遍了，大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因为咱们科学的能力当时不是那么发达嘛，越传越神越传越神，然后就被当地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利用，把这事扩大，弄得真假难辨的，好多人感兴趣来了旅游带来收入，所以尼斯湖湖怪这个未解之谜传唱经久不衰，这里头既有人本身判断能力，哎，也有一种强大的上天入地，灵异失踪，百慕大死亡三角区震惊世人，他令世界科考队望而生畏，尼斯湖水怪为何至今未能捕获，千年文明木乃伊现世，金字塔谜题谁人能解，麦田地惊现奇异图形，怪圈能否带领人类走出末日的恐惧，老梁